出面是不是有女人？是不是孫文同你講了什麼？喂，唔該你啊，你唔好聽佢講啦，佢亂講噶咋。佢親眼睇到噶。佢屈我噶。無啦啦做乜事要屈你啊？佢冧我咪屈我咯。佢成日化曬油咁黐埋嚟噶啦。佢同你講咁多嘢，都係想我哋分開噶咋。亂講。402而家講緊去幽景里交通意外現場，大前面爆水管漏喉，交通正在梳理緊。唔好，千祈唔好。太太，你是不是几分钟阵痛一次？我生了。你消毒只手先，然之后帮太太除低条裤。太太，而家我帮你检查。你个肚好大，你是不是怀了双胞胎？我而家帮你检查下身。你只是实习医生，你不要乱来。我过来的时候，外面大马路发生爆水管漏陷，白车不会那么快到。BB 的头已经去到门口，我们要即刻帮他接生。有我两个 BB 啊！家姐，我刚刚先入妇产科，我又未试过接生，这个什么仪器都没有，而且你还是双胞胎，顺产很危险的。好啊！你试过接生噶啦？我读过，我哋跟分娩程序做，你快啲去搵大毛巾。B B 女出世时间是13:54。佢唔怕。BB 你嘛？家姐，你保住先。佢冇脉搏，要即刻帮佢急救。救佢啊！救佢啊！我一定救到你。
我一定救到你，我一定救到你，我一定救到你，我一定救到你。跟足程序做，點解救佢唔到？係邊度出錯？係邊度出錯？邊度出錯？邊度出錯？你做乜嘢啊？冷靜啲啊！喂，你做乜嘢啊？